外的，这条圈，哎，想打得还行，但是最后的收视高来的还有点欠缺。是啊，跟你说件事，啥子说吧？我妈他们给我打了几个电话，叫我回家去。咋回事？家里有啥事？就是他们最近比较困难，让我回家去打一段时间工。劝打到这点了，非常不容易，知道吧，子？如果一旦停下，整个的就前功尽弃了，白的新鲜就白费了，知道吧？我也不想，不想辞职，从这几天就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我没办法。回去我就好点。好，那你先去吧，就考虑一下。舅母给天塌了，那舅母那心里头啊没法形容，能断去自己一条腿啊，能断去自己一只胳膊，都不舍得丢掉了好个徒弟。经过三天的思想斗争，王高峰还是带着无限的遗憾和伤感送走了罗成。那孩子要一走啊，整个的我这多年的心血都一下泡汤了，啥都没有了，我得从头再来过。我王高峰45岁，办事漂亮，一事无成。有时候秘籍的传承就是如此的脆弱，能流传到今天的功夫已经实属不易。